庆祝这个生日快乐，那我是一首诗，
而且有的人已经连续做了三年了，不一样出。那现在有 好多人，甚至外国人都要加入我的这个脸书，把它挡住了。我现在在二十几个，在那边不累，我不敢确认啊，就让他们啊，在那边永远在那边等。对啊，所以，用了英文名字，动态的动态里面也没有什么内容，也没有什么资料。那只是剩下我的负担而已。我曾经一天做六首庆祝生日祝贺的书，一天做六首。啊，然后今天用越灵活，像那个66年的第十届的那届，我们初中部毕业的66年毕业的，他们有一个重返15岁，然后又已经举办过。艺术的聚餐啊，在麻豆的新松子这个日本料理餐厅，他们用我的书作为版头，你知道吗？而且我在那个 FB 里面连续写的十几首书了，我记得用我的版头那书，那首书是一首七言绝句的，物换星移树之秋啊，意境是物换星移树之秋，从66年毕业到104年。大江东去，水长流。这个诗词联当中呢，江河的水还是不停的流，不会因为你老了它就停住了，你老它还在流，你不老它还在流，是不是？那少年情义，因为我们都是有情有义的，年轻的时候，而且特别注重这个同学之间的感情。少年情义，升华到现在，在社会上已经是老成熟重了，都是已经中年壮年了嘛，所以少年情义升华爱，共话共同聚会谈话回忆当年的他们那届夫妇也都是被老师打的那时候很凶，那时候邱清泉李威亮还有好几个，我算是最温和的老师，在他们的心中认为，因为教国文比较准主的心，打不下去呀，真是打不下去。共患哪堪寄白头，百日入生啊，仄声啊。因为古音有平赏记录，阴平阳平是平声，第一声、第二声，现在国语第一声、第二声，啊，赏声第三声，气数第四声，但是古音还有一个度声，现在国语没有度声，度声已经分配到一二声的里面去了，比如说这个得到了得，我们国语是注音是第二声，可是得你把它念成台语。闽南语，因为闽南语有保留中原古音的作用，变但做单音，叫吼吼，鼓也是，因为练起来的声音是非常的短促的音，就是入声，守着窗儿，整声得黑哦，黑入声，我在吹笛子，吹笛子一定。所以作诗，但要晓得那个字的字音是平仄，还要有押韵。现在在我的脑筋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就是这好像是电脑程式里装在我脑筋里面了。我要写下去，所以我1000多首是没有重复的，因为平起跟仄起就不一样了。第一句有押韵跟第一句没有押韵又不一样了，押平声韵跟押仄声韵又不一样了，所以永远不可能。就好像你下象棋下一百把也不可能，你先进个兵还要先跳个马就不一样了，先后出戏改变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很好很有意思，我觉得我将来一定会留名。对。Thank you.
姓刘，我到85岁的话，我一年可以做驻场，可以做500所，就跟你说。这我们班上的同学当中呢，我有做老师的有好几个，像郑阳有的，林建宏、林建才，还有那个郭燕妮。罗生是律师嘛？对，律师，大律师。那个陈立新也是律师嘛？大律师，都是大律师啊，对不对？啊，这个不简单啊！啊，所以这个十年了、啊，以后啊就变成一条好汉。那同学已经多年没见面了，那么今天很高兴。那就多多的谈，多多的叙旧，多多的联系，这是一个社会共用的资源嘛，社会资源。像我现在当老师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去看病，碰到的都是我的学生。像我现在经常跑安南医院，安南医院有三个部长，内科部部长、外科部部长、中医部部长，其中有两个是我的学生。心脏科的这个主任兼内科部部长李聪明，66年毕业的，他是国内这个装猪架金导管的权威，是李聪明，他干了永久的啊，我给他看病，我高血压吃药的话，他问我说你是南中毕业的，哎，南中的老师嘛。原来他是读初中部的医院，然后考上台南医专，还有一个是中医部的部长何忠勇，也是很有名，是百大名医里面的。我人家他们的这个病患呢都是很多了，都两百多个，甚至300多个啊，有外边一堆人在那边的，我一去就进到里面去坐下来。先把卡拿给那个护士长，很快的，不要第一批医师就已经叫到我了，而且还有，就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去中医何忠勇部长看起，看到我马上站起来，老师好，然后护士小姐跟着叫老师叫叔母，然后叫叔母，哎，这也是好处，像昨天我。我在走路的时候跑到八道的这个超商先生去买东西，在结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带着小孩跟太太一直在看着我，然后他也不问我什么，他就说你退休几年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医生，他说他是62年出的，62年出的现在是年纪大。他大概一直画，这么年轻的，他70岁的人，我说我的年轻是得力于每天游泳、走路，还有我本人是信主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来保我讲的，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为什么会写诗？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我的力量，我的成就，所以我心里永远非常平静。我以前很容易发脾气，现在不会。现在看到太太都一溜说我都装作耳朵聋，我都听不到啊。你也不要顶他，对不对？他练就练了，反正练一练就好了啊。可是他还是需要我。据说他要去西宁买东西，我是要当司机。他要去哪里干嘛啊？通通要我陪他，我只能是他的司机呀，兼长工啊。可是家里剩下两个老的嘛，那你说你还要每天吵架，有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就让他一点，你也不会怎么样啊。我太太失业退休了，每个月7、8万在里头，对不对？活着太久，有的人说你保护他，等于是保护我。从现实面来看就是这样。
下，把就是同学的名字写一下，因为我很久，我不应该有的通讯系统。我就是无法拿通讯系统。还有，我说一下我的纪念册。稍微补上。我的纪念册毕业跑到哪去了？搬家搬到最后都是纪念册。不过我在脸书上也有看到那前一个月上个月啊，我在台北啊新店，因为我女儿在台北，黄金路哦，对，你改为叫王长汉，王长汉对，啊，你家也是新店附近，对，就在那边，遇到了，我们那一天刚好是在朝野，曹师傅小笼包啦，对。好了，你有屁啊你哦！那个是我的粉丝呢，我现在粉丝460多呢，不敢再增加呢，不敢再说了呢。啊，没有交报名费，怎么能随便把他们进来啊？以后要进来是非常非常困难，一定是 difficult。我是你说英文程度最好的国文老师。到护士抽血，他帮我擦药，我还没有抽血前，我是刚好是擦到，不小心擦到，我问那个护士说有没有优点可以擦，他说不行，老师我帮你擦好了，那我很感谢，我马上做一个手术给你，我手到哪里做到哪里，不然怎么有做1200多手，对不对？我的书，我不但做书，还做厨呢，全厨。我的人生现在才开始，所以人生基础才开始。啊，80是小老弟，啊，90剩三亿呀。好，那我不要讲太多了，耽误大家的。不会。再讲下去就没完没了。